是出艰苦人的苦痛，这是咱有缘一世人才做努力的。介绍这个自由公道的相关的议题啦，吼、哦。各位，我想知影吼，日本呢目前针对这个就是公道的这个代志吼，也咧抗争吼，内底议会吼，议会内底吼，民进党定在野党吼，霸占这个主席台，无爱让这个临时会来审议。啊，国民党党团所提出来的这个特殊听见这个公民投票的这个提案吼，环保团体也是伫立法院的外口吼，伫遐吼表达反对来表决吼特殊听见的公道吼，外面的政治活动吼，是对咱一直开始吼，那么预计吼，会进行到后礼拜二啦吼，一方面吼，这个议会去处理这个公投案的这个议会最后一天吼，当然这个为什么吼，咱环保团体吼，会用这个时间吼，来。推动吼、哦，这个反对国民党的这个公民投票吧吼、哦。我想，我就对历史吼、哦、先讲一个安尼咯吼。哎，好，来，历史吼，即马已经兴建十几栋去了吼、哦，那么投入的这个钱吼、哦、预算吼，也、哦、已经就要3000亿啊吼。那么但是咱知影，这个历史的这个工程吼，也是弊端丛生啦吼。大家对历史是不是这个品质吼，嘿，拢大家拢非常的怀疑吼。那么，所以反对历史的这个声音吼，这几年来吼，愈来愈大。到目前为止吼，差不多70%以上的民众吼是反对历史继续去起落去。啊，针对这个强大的民意的压力，吼，行政院长，伫今年的2月25日宣布讲，这个特殊，是不是要停建，要经由立法院来提案，予全民公投来决定，当然这种的做法，基本上是要利用公投法的这个缺失，来破坏历史的停建，为这个历史的续建来背书啦吼。啊，这我想今仔咱就当看。来，下一张。即马咱的公投法吼、是规定讲，这个公投的提案要通过的时阵吼、有两个条件，第一就是讲投票的人数吼，爱、超过的所有有投票权人数的1/2吼，50%吼。以这个全国性的公投来讲，至少要915,000人去投票吼，并且要超过半数吼，就是讲至少要457,500人动员吼，特殊在有办法来把填进来吼。那么台湾主张有公民全国性的公民投票。到即马吼，拢总有6%啦吼，但是即个6%的投票率吼，拢是伫26%到45%中间吼，所以拢无跨越即个门槛吼。那即种规定当然是真无合理啦吼。咱知影讲，咱民选的即个首长吼，总统吼，也是讲民意代表吼，并无即个投票率的规定。并且，咱历届即个总统吼、对于李登辉阿扁啊，甲马英九，伊当选总统，伊个得票率吼，嘛无超过全国的50%以上，拢是50%以下吼、选人的时阵无这种规定吼、但是对待志吼，人建的要求
爱有50%以上吼，所以这是不合理的平衡款吼。会使。那先上这個鸟笼公投法吼，是2003年吼年底快点通过。另外呢，也通过这个鸟笼公投的这个法律吼，是因为迄阵啊阿扁啊总统吼，宣布讲。伫2004年总统选举，或者是讲之前，吼、哦，要来办全国性的刑事公道。国民党为了要来阻挡这个全国性的刑事公道，所以制定这部鸟笼公投，吼、哦，先生。好、哦，那这个鸟笼公投，除了头拄仔讲的投票率要50%以外，吼、哦。针对人民的提案吼，嘛设悬的门槛吼，比如讲要提案的时候，要有5%的人吼去提案，啊，然后要进一步要有5%的人去联署吼，所以这嘛真悬的门槛吼。啊，另外还佫有一个吼委员会吼，叫做公投审议委员会。哦，即个实质来审查你即个提案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安尼真无用安尼，有差不多10万人的提案，吼、哦，啊送去到总公投审议委员会，吼、哦，哎，伊可能就是在否决讲袂使，吼、哦，像台联针对爱国法的提案就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台联爱国法提案，拢去由公投审议委员会来否决掉，哦所以一直无办法啊来举办吼。啊，另外一点，伊嘛禁止吼、哦，禁止迄个行政机关针对各种的议题吼、哦，啊来提出公投案吼，或者想委托其他机关来办理公投的事项。所以咱看公投，干那会当经过人民提案啊，立法院提案啊，啊甲总统吼。哦因为国防要保吼防卫性的公投，吼、哦，会当加这三个管道啦，吼、哦。那环保团体吼、哦，特别是环保人们啦，吼、哦。那么，伫1992年吼、哦，那么行政院核定这个核数的这个计划以后吼，开始。提倡讲，就是爱用公道的方式来解决吼。这个时阵当然也无公民投票权吼，因为阮认为讲这是一个变现民意吼，加改变特殊政策的一个机会啦吼。那么人民吼针对国家政府的这个政策吼，那么有权利吼去做吼啊决定吼，安尼来保。特殊这个物件吼，影响到人人民的这个这个生命财产吼，所以进一步来讲吼，这其实就是影响到咱的这个环境权啦吼、生存权啦吼、这个财吼、财产权吼等等的权利吼，所以人民吼应该有这种参与决定的这个权利吼、哦，这会当愈早来举办吼，就当愈早来化解吼、哦、这个特殊的争议吼，来减少咱这个社会这个成本吼，嘛予台湾早一天正做恢复家园吼，所以伫这个环保人民的努力之下。有伫四个所在办过即个公民投票啦，吼、哦，台北县诶即个公寮乡，吼、哦，啊来台北县、台北市、宜兰县，吼、哦。那么即办理的方式拢甲选举同款啦，吼、哦，拢无问题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公投的题目嘛是拢正面来讲，吼、哦，拢正面表述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就讲你是否赞成，吼、哦，你是否同意，吼、哦，新建核能市场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投票结果吼，当然拢是反对型较侪啦吼。那咱会当看到讲，即个投票率吼，伫公寮的所在，超过50%吼。
台北市因为甲总统选举做伙办，所以刚好超过百分之五十哦。啊，其他台北县、宜兰县哦，因为无甲选举做伙啦，所以拢无搞办到超过百分之五十哦。所以这百分之五十的投票就要到超过哦，是有这个可能性啊，但是真困难哦，真困难哦。这是地方性哦，比如讲讲了乡，咱爱做就是要起特殊的所在哦，咱爱转乡，安尼去动员哦，诶，到尾嘛是干那58%的哦，诶，哦，啊，台北市哦，因为是我伫特殊哦，影响会到的这个哦，啊，桃面圈范围内底哦，啊，利用总统的选举的时阵，啊，会当冲到69%哦。啊，即几遍当然拢是公投法制定以前，所以国民党吼、哦、政府拢讲，哎，即无法官、哦，所以啊，即结果拢无效吼、哦。啊，当然推设即个特殊公投吼，毋、哦、是干那啊，反对的人吼，结果定下一个啊，就定就是吼、哦、林良先生所组成的特殊公投促进会吼、哦。那么林先生伫1994年吼。哦啊，开始啊，组织这个特殊公投吼，的这个啊促进会啊，那么，那特殊公投促进会啊，1994年吼啊，1992年啊成立以后吼，开始全台湾吼啊去做啊宣传吼。宣传这个特殊公投吼，这个人民做主安尼的理念吼，这个、全台湾的这个千里可行吼，啊，拢一个当中吼，基本3遍吼，就讲全台湾安尼，设了3遍安尼来宣传这个吼，人民做主特殊公投安尼理念吼。那么，2000年吼。那么民进党啊，一个赢到总统选举的这个胜利啊，所以在2000年10月啊，那民进党啊啊就决定啊啊添建这个特殊啊，但是这个决定哈啊引起了啊泛蓝阵营的强力背阁啊，那么因提出这个啊啊罢免。总统的提案啊，那么关闭啊朝野协商啊，就是讲不爱让行政院长去立法院去做报告啊。那么针对安尼的代志啊，未来啊，这个民进党政府就把这个代志哈啊叫司法院大法官来解说啊。讲这个特殊的这个争议吼，要安怎来司法院吼有啥物看啊？对法律诶宪法顶头来看吼，有啥物款啊解决的方法吼？那么大法官做出来解说吼，520号的迄个释宪文内底是讲，这个啊，核四啊是一个国家的重大政策了吼，啊所以伊已经有别的一款预算了吼。那么这个特殊后尾停止啊，严格。那么啊，这个啊，并不是袂使啊，并不是袂使啊。啊，但是立法院啊，就要给行政院长去做报告啊。啊，行政院长报告以后，行政院就要参考立法院的决议啊。啊，立法院的决议，只讲行政院啊，无爱采纳还是准啊。会当安怎？会当安怎？吼、哦，就是吼、哦，基本上停建吼，并不是袂使吼，但是爱有一个定数爱完成啦吼、哦。所以尾啊吼，这个立法院就予行政院长吼啊张俊雄吼、哦、去做停建报告吼、哦，停建核四的报告啊报告了以后，同个立法院就通过核四复工续建决议文啊、哦，就是安尼吼啊，所以。这决议文啊出来以后，啊，
当时的这个民进党政府啊，决定要讨厌啦吼，讨厌，所以就甲立法院的吼，行政院长张俊雄就甲立法院的院长王建平吼，有签订这个核四复工啊续建决议文，迄个协议吼，核四复工啊的协议啊，安尼，啊哩，这个能立国的时阵吼，那么来继续来。啊，续建啊，下一张。好，那当然，这个复工续建以后，那么环保团体啊，加这个学术环保促进会啊，也是继续要求啊，啊，陈总统啊，爱来举办学术的公道啊，所以我也伫啊，2003年的时阵啊。啊，变成总统吼、哦，就同意来举办吼、哦。那么，但是吼、哦，我都讲过吼，公道法吼，伫11月27日吼通过吼，那、哦、就把这个历史公道变作无办法来举办吼、哦。所以，伫这以后吼、哦，那么历史公道促进会就是要求补正公道法了吼。好、哦哦，那。一直到啊，2009年的时阵啊，环保团体就是讲，哦，这历史哈，已经去到啊，差不多这个啊完工的阶段哈，所以开始认为讲爱有做一寡这个哈啊动作哈，做一寡迄个运动来组织啊，所以提出这个啊。试运转的迄、那个吼，装天然料放试运转的这个啊公投的迄个提案吼，啊针对地方吼，针对新北市吼、啊，来进行这种地方性公道的提案安尼吼，晓得、啊？那当然，啊，这我得到这个民进党吼啊前啊李副总统吼，诶、啊，诶、欸，迄个大力协助吼、啊，所以这个案。今年3月10日有上岸哈，啊，但是最后的中央这个公投审议委员会哈，啊，给它否决掉啊，哈，否决掉啊，晓得。好，那新北市的公投案以后否决以后，即马哈，啊，环保人员进行这个全国性，哦、啊，因为公投审议委员会讲，哦，这个代志是全国性，啊，所以阮即马开始咧进行全国性的这个搞，这个。人数安尼吼，啊，即伫法院头前吼，啊，我们拜一个大吼，啊，看大家有时间吼，来当去啊人数者吼。那么这个人数啊，基本上就是讲，我那就要来甲这个国民党即卖伫法院所提的这个啊，停建特殊公道吼，要来变作一个对岸。哦，要变作一个对的哦，所以希望大家哦，会当尽力哦，来看咱这个民间的这个对岸哦，看办法啊，短时间内底来完成哦。第一阶段当然希望才有10万人哦，来连署安尼哦。啊，有些对岸以后哦，咱哦，就较有办法哦，来冲破50%的这个啊投票率哦。下一张。那即马其实针对核能电厂相关的法律内底吼，针对这个低放射性的核废料吼，要设立吼，是有迄个公投的规定吼，哦，公投的规定啊。啊，但是针对这个核能电厂本身的限电甲运转吼，也并无认为任何迄个条、迄个法律规范吼，所以啊。环保团体其实嘛是伫法院吼，内底咧推动讲，爱针对这个核能电厂，这个桃源圈内底吼，这个民众吼，应该对核能电厂的兴建跟运转啊，有公民投票来决定的这个啊，这个，安尼就立法啦吼。啊，这当然即马伫法院吼有这个修正啦。那么，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所提出来的
诶，即个公民投票案吼，啊，头拄已经讲过吼，伊是主文是叫做吼，你是否同意啊？核四停止新建不得运转啊，是安尼个提法吼。啊，即种提法吼，基本上是违反啊公民复决的精神吼。因为即马政府个政策其实是续建啦，啊，伊又不是停建啦吼。所以啊，基础就是讲啊，伊要用即个负面的提案吼，基本上嘛是要利用吼鸟笼公投的缺失啦吼。未来为续建来背书啊！啊，当然吼，面对这无合理的这个协公道啊，咱即马是啊专业在来阻挡啊，专业在来阻挡啊。那咱希望就是讲啊，立法院其实会当直接就是啊通过这个协助停建的决议啦吼，因为建了诶，既然吼已经70%以上的民众吼支持。停建啊，那么反映这个民意啊，是立法院应该有的啊职责啊，应该立即啊来通过停建啊，唔免个劳师动众啊，浪费足侪成本来啊做这个啊核数的这个公道啊，并且这个核数的公道，即马立法院要标过来这个是一个诈骗公投啊，诈骗公投。伊毋是干那食公投，伊去诈骗，哎，要吼，用这种诈术吼，这个停建变成续建来吼 ，OK， 好，那我想，但是因为地方内底国民党还是多数吼，所以啊，这个案吼，当然讲要来冻掉吼，是真无乐观啦吼，真无乐观啊，所以环保团体其实嘛做好心理准备啦吼，咱开始已经有做。社会动员宣传的一个工作啊，那么咱希望伫未来吼啊，面对这个挑战的时阵吼啊，大家会当吼做伙吼出力吼来，有这个啊反对核四的这个力量吼，会当来吹出来吼啊，大家会当拍一场吼啊，这个缓和的啊胜战啊，会当来啊赢得这个啊。这个停建核四的这个胜利啊，然后咱这个啊飞鹤家园的这个理想，让早一天来啊到达啊 ，OK。我想我大概就讲到这啊，谢谢。